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八月五日报道，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继续激增。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834名无人看管的移民儿童和青少年在八月三日被捕，这一数据超过了过去30天的平均水平。目前，2784名儿童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监管，14523名儿童被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监管。美国政府决定将关押在部分看守所的移民儿童转移，并交给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尽管监护人自身并不是美国的合法公民。由于新冠疫情的严峻形势，美国政府已开始驱逐个人移民或部分移民家庭，但还没有开始对无人看管的移民儿童或带有幼儿的移民家庭实施驱逐。加州公共卫生部八月五日宣布，将要求其大约220万医护人员在9月30日之前接种疫苗。目前公布的指令并没有给医护人员选择的机会，但由于宗教信仰而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或者由于有医疗原因并有执照医疗专业人员签名的证明而不能接种疫苗的人除外。加州旧金山湾区发现了一种新的德尔塔变种子毒株，这种病毒被称为德尔塔加，官方称这是迄今为止见过的传染性最强的病毒变种。德尔塔加是今年3月在欧洲首次发现，医生说这种病毒更容易附着在肺细胞上。圣克拉拉县截至上周有298人感染了德尔塔变种病毒，47人检测出了德尔塔加病毒。圣克拉拉县已经开始在县网站上进行追踪。阿拉米达县报告说，截至上周二，德尔塔加病例不到10例。康特拉科斯塔县卫生官员说，在他们发现的德尔塔变种病例中，德尔塔加病例的比例约占7%左右。南加洛杉矶县长堤港八月五日宣布，7月份港口货运量比去年同月增长4.2%，运输了近80万个20尺标准货柜，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好的7月。长堤港在过去13个月中有12个月都打破纪录，截至2021年，该港口已经处理了553.8万个标准货柜，比2020年同期增长32.3%。莫德纳公司八月五日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会逐渐减弱，在第二次给药后6到8个月，抗体水平显著下降。两剂疫苗在初始剂量后最多6个月内的效力约为93%，预计在冬季之前将需要第三剂新冠疫苗。为了尽快开始推出第三剂疫苗，莫德纳总裁斯蒂芬·霍格引用了针对该病毒免疫力逐渐减弱的研究，特别是德尔塔变体能够部分逃避疫苗的保护，导致更多完全接种疫苗的群众被感染。该公司的观点还表明，新冠病毒最终会成为地方性流行病并持续存在。西甲豪门巴萨俱乐部官方八月五日宣布，受限于西甲联盟相关规定导致的经济和政策方面形成阻碍，最终阿根廷球星梅西无法与巴萨俱乐部完成续约，梅西将不再为其效力。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八月六日发表公告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涉及公共利益，决定对微信提起诉讼。随后，微信回应将认真自检自查微信青少年模式的功能，并虚心接受用户建议以及诚恳应对民事公益诉讼。